大家好，我是教官，把整理一首歌我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送给大家，大家喜欢的话帮我转发点赞来个弹幕，感谢你们。有一天九黎对一个女孩说我爱你，女孩说你个三秒你给我滚边哪去，但九黎转身离去的那一刻才发现女孩的眼里满是泪水，其实女孩不是不爱九黎，只是因为她三秒不可能在一起。动了一时间把这一首歌我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送给全场以九黎为首所有三秒真男人，这是旋律一起唱。其实呢，在当今社会有很多人跟九黎一样是个三秒，希望大家不要抛弃不要放弃，会员肾宝解决你的烦恼，一瓶屹立不倒，两瓶永不疲劳，三瓶桀骜不驯，四瓶长生不老，一起来好吗？是我不温柔还是不够洒脱，非常棒的旋律，再来这种旋律你们开心吗？这种旋律你们感到快乐了吗？红玫瑰刷起来，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did the water, why is it instructor?放掉所有的烦恼，放掉所有的痛苦，闭上双眼，张开嘴巴，跟我一起来唱好吗？其实呢，九黎以前不是一个三秒，在一次洗澡的时候发现自己下面有点黑，之后一直想要洗干净，结果越搓越得劲儿，之后灵魂出窍，最后走上不归之路，只要有恒心铁杵磨成针，做好准备一起搓澡嘞。九黎，你是一个男人，你的宽容，你的心胸，你的宽广，我不得不说一句，三秒真男人。同时在这里也奉劝所有朋友，下面变黑属于正常，千万不要学九黎哦 DJ 小撸一行大撸伤身，强撸变九黎，好好把握真心的爱过。本着单曲 Let's Mercy 教官 YY 频道363734为您现场诠释，感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